各位市民朋友，疫情未结束，防控别大意。广州市卫健委发出最新警示，呼吁广州市民非必要不出省。近期有外地旅居史的市民反馈后，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请大家及时关注疾控部门权威提醒，近14天从中高风险地区来最晚最严重，应主动向所在居委、村、工作单位所住址电报备。 积极配合设施开展健康管理措施。如非必要，市民近期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。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味觉减退、腹泻等不适症状时，请拨打119。请旅客人防控不放松，科学佩戴口罩，勤洗手、常通风，不聚集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 注重核酸免疫，使用公筷公勺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请保持调制的距离，及早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接种，防护体洁，保护家园。防疫及努力，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。广州市文明健康大喇叭由广州市宣传部、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。 各位市民朋友，疫情未结束，防控米大衣。广州市卫健委发出最新警示，呼吁广州市民非必要不出省。近期有外地旅居史嘅市民反税后，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请大家及时关注疾控部门权威提醒，近14日从中高风险地区来最反税人员。 应主动向所在居委、村、高中居委、防御中心防疫，积极配合社区安全健康管理措施。如非必要，市民应尽早前往中高风险地区。如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呼吸困难等，请打110求助。市民个人防护不放松，不可不戴口罩、勤洗手。 勤通风、不聚集、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注重咳嗽礼仪，使用公筷匙羹，养成良好嘅卫生习惯。请确保检疫市民及早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，保护自己亦保护家人。防疫齐努力，共同守护我们嘅美好家园。 广州市民健康大喇叭由广州市卫健委发出最新警示，呼吁广州市民非必要不出省。近期有外地旅居史的市民反馈后，请大家及时关注疾控部门权威提醒。 近14天从中高风险地区来最晚最险员，应主动向所在居委、村、工作单位所住址电报备，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健康管理措施。